但凡说哈弗大狗油耗高的，都没开过哈弗大狗这款车。各位车主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最近嘉良不是给大家讲了几期哈弗吗？于是大数据天天给我推一些所谓的云评车，上来就说哈弗大狗油耗高，我还真就看不下去了。您就不能实话实说吗？我没开过的车我是不会给大家说的，我开过的车，测过的车，咱必须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说清楚。说回今天的哈弗大狗，首先哈弗大狗的确长得是那油老虎的样子，方方正正的外观，又高，造型又粗犷，显得很敦实。就这外观，心理油耗都得涨个七八升。这车实际多重呢？ 1.5T 顶配车型是1575千克，那么对比第三代哈弗 H6 有多重呢？也是 1.5T 的顶配哈弗 H6 车型是1550千克，所以大狗在自重上也仅多了25千克，或者说咱再拿来本田 CRV 的 1.5T 两驱版对比是1564千克。那么这么对比一看，大家就清楚了吗？其实大狗的自重还真不算重。其二，哈弗大狗轮胎尺寸方面要比三代 H6 要更宽一些，更厚一些。大狗全系配的是235的胎宽，三代 H6 呢则为225的胎宽，这个其实会增加一定的油耗，但是也不算明显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这个大家常说的什么撞碰面积，哈弗大狗的造型风阻会大一些，但是其实工程师早已经优化了这一方面。虽然说愣头愣脑的感觉风阻会大，实际上并不会因此增大多少的油耗。也就是说，咱们把上面逐一说的什么自重、宽胎以及风阻系数加在一起，也就比第三代哈弗 H6 最多多出个百公里不到0.5升的油耗。所以当我实际开过一段时间哈弗大狗车型之后，发现它的油耗和我开过的第三代哈弗 H6 车型油耗基本保持一致，而且实测转出的油耗和表显油耗基本上没有差别，表显油耗也很诚实。各位哈弗大狗车主们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如果你也是哈弗大狗的车主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实际油耗。我是嘉良，关注我选车教你精打细算。